李明平常在商场里面买的翡翠，今天带你们来天空去看看这里的翡翠到底有多便宜。像这样的平安扣的话，老板娘才打10块钱一件啊。但是在你们商场里面买的话，怎么都要个3到400，因为在这里的话是全国翡翠集散地最大的一个批发市场，而且在这里没有人敢卖假货，因为这里的话有玉器协会，所以说的话不敢在这里贩卖 BJC 货，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哦。我们开播的时候的话，也会给大家炸一些很便宜很low的东西，那都是在这里批发的，所以说价格会很亲民。不要再问我直播间那些便宜的到底是不是 A 货翡翠了，绝对保证啊！你们敢相信吗？居然有8分钱的翡翠珠子。虽然这个珠子的种水不是很好，但是的话它也有利用的空间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姐姐们，夏天的话必备的啊，这个是垫子，夏天的话特别的冰冰凉凉，而且很舒服。然后还有一些种水比较好的，有1.5毛的，还有3.5毛的，然后这边的话还有1毛的，还有2.5毛的，还有2毛的。哇塞，你们敢相信吗？这是翡翠啊！我的妈呀，这个它才卖200块钱，这太便宜了。你看像这些的话还是俏色巧雕的，也才卖200块钱一件，然后还带红翡的、在里面商场里面的话，随便一件的话怎么都要个1500-2000块钱起步，但是在这里源头产地的话，它只需要200块钱一件即可包拥有。然后出了这一排的话，稍微价格会肯定要贵一点点，然后呢像这些前面这一排的话都是200块钱起步的，关键是带色的呀，这个也才200块钱吗？你没有找错吧，大哥？没有啊，你看这个才200块钱，我的老天爷，这太卷了吧！这个盘子里面的通通只需要58块钱一件，直接保 A 啊！而且每一件货品的话都含有种水哦，但是的话里面的话有一些就是种水比较差一点的，但是可以挑啊。像这个盘子里面又大又饱满，而且的话才100块钱一件啊！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我的天嘞，这太卷了吧！然后居然这个盘子里面是18K 金的，100块钱，还有一些小辣椒啊，还有一些牌子啊，有一些挂件啊，我的天了，这个价格也是真的很便宜。然后还给你们看一下，宝宝们，像这边的话，这一排的话都是300块钱一件的，而且还有牌子跟挂件，这边380的，这个老板娘还可以谈价钱吗？不可以再谈了，我是想着还要砍价。然后像这边480的，你看看像这种小肉扣居然也是才400块钱。有很多粉丝宝宝都会吐槽说，润子你为什么视频里面买的货这么便宜，为什么直播间里面的货这么贵？其实呢你们又挑对时间了，我们开播前2小时的话都会给你们便宜价，然后呢等到后面2个小时以后呢会给你们看点好的，等到最后2个小时呢会给你们看一些很哇塞的，所以说你们一定要挑对时间。喜欢润子的视频不要忘记了点赞评论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